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哋好，我如飞又翻返嚟时事观察的时间啦。今集例外，我先回应留言入边嘅一两件事，因为有读者留言问到，我同霍荣强合作出版的那本时事讲清讲楚，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啊。咁大家喺香港嘅三中商，即系三联中华商务嘅门市，应该都有售嘅。咁但系大家要明白，旧书咧就唔一定等出嚟嘅。咁大家可以打去指定嘅门市，讲清楚你要订书，睇下佢几时可以送到书店，你先至去买。书到之后就去攞书。嗱，咁如果系美加嘅读者想买，可以上星岛平台摩摩达嗰度订书嘅。即是梁总的新书《剧变中的世界》电子版摆的那个平台，我相信梁总新书的列印本很快都会在摩摩达那里买到。第二个简单回应的是，我其实在节目里讲过的，现在可以再讲一次，就是其实我在几年前的颈是有一个很大的肿瘤，但到切了出来之后是不即时知道有没有 cancer， 所以要切片检查才知道，即大到是这样的。咁手术做得好好，我嘅声线系被保住嘅，但系始终嗰个位置可能系有啲疤痕啊。我每次好忙同埋好紧张嗰阵，尤其录音嗰阵最紧张嘅，因为我太贪心啦，我成日都想讲一啲好复杂嘅事，想搞清楚佢个声线就会变得好沙哑，同埋拉得好紧啊。有时候有啲音系读唔到会走音嘅，咁所以我喺呢度再次感谢大家支持同埋包容。更加多谢有一两位见到我声沙就叫我多休息的听众朋友。好了，都占用了一些时间，我要开始直接正题了。讲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国情，讲下在最近疫情防控表彰大会里面被颁授人民英雄荣誉的其中两位。为什么想讲下他们呢？因为在地铁我看见上下两行的滚动新闻，大意是上面那行就写中国召开抗疫表彰大会，下一行就写世卫冒号疫情未稳物自满。有时真的觉得这些港式的心理呢都挺可悲的，我不理你什么立场都好，是不尊重事实了。个表彰大会在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程序就是向所有的逝者默哀，气氛很庄严和充满尊重的。而听过习近平主席他的大会发言都知道，被表彰的是包括最基层的工种和无名的老百姓。在写生亡死那段讲明要致意的是，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挺身而出慷慨前行。大家听到是讲普通人，总之有看过整个大会的人都知道，表彰大会是为那些挨到已经很累付出了很多代价的人去打气，强调是继续不懈努力不放松。至于世卫组织一直到今日都很肯定中国的付出和工作。好了，讲回那个表彰大会，它表彰了很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以及先进单位，当中获得最高荣誉表扬的人物是有四位，他们分别是获得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张伯礼、张定宇和陈薇。因为钟南山院士基本上已经无人不识了，今集我就用有限的时间讲下另外三位之中的其中两位。张定宇医生因为时间不够，我或者日后再讲。我先讲我上星期都讲过话要提的陈薇。陈薇是解放军少将和是院士，他令到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23秒左右的视频，我会附个连结给大家的，在文字版门尾。那半分钟不到的视频已经成为热搜了。在个视频里面，陈薇一边讲一边是两只眼睛里面滚动着泪水，讲下讲下他就泪流披面。陈薇流泪那阵讲的是什么呢？以下是部分重点。他说专利是我的，原创是我的，在任何场合都不用再看人面色，他讲的疫苗。跟着他说，既然你将我放在这个位置，团队是你的，其次不能倒，你的精神不能退，而且现在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讲科技，你就将事情做到极致。陈薇讲上述内容的时候流着泪，她的面容
饱含着非常丰富的感情。可以见到陈美的感受很深刻，大概不容易明得晒的。以下我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不一定准确的。澎湃手机新闻除了有个23秒视频，还为字幕做截图去呈现他访问里面的重点。那些截图有以下几句，我开始复述。这十年几十年基本上未歇过。我认为陈薇这句很重要，我继续。陈薇说，真的很辛苦，真的很高兴。大家留意是相反相生的。另一个截图的大意就是说，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头的。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伊波拉危险吗？我不知道新冠疫情危险吗？我没有家庭吗？不是，不是的，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军人，在这个岗位上就将事情做好，令人民少受些病痛折磨。2003年沙士那阵，陈薇已经着着军服做疫苗研发的工作。他说，着起军服就意味着一切都该是他们去做的。陈薇说，我为自己自豪。以上就是他流着泪去讲的内容。我在再解释之前先补充两个细节。看受婚仪式的陈妈妈，有记者去他家拍他的嘛。陈妈妈就说，陈薇多了很多白头发。另一个细节就是2003年的非典时期，当时陈薇37岁，她现在是50几岁。她当时带着课题组，日日夜夜就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研究非典病毒。她三个几月没见过家人。当时四岁半的仔仔在电视上见到几个月没见的妈妈，就情不自禁走上去锡了电视屏幕里面的妈妈一下。这个动作被家人拍了下来。听众朋友，十年几十年基本上没有歇过。我想我读得明当中那种又辛苦又充实的泪流满面的心情。看个视频就知道，陈薇的样子很累的，但是同时坚定而满足。用她的字眼是，我为自己感到自豪。一如陈薇所说，带着一支团队，而且现在有条件做到极致，冇得退落嚟噶啦。2003年沙士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做疫苗嗰一笔，刚才已经讲过。由嗰阵到而家，佢系个有17年经验嘅超级宝贵嘅人才。呢17年，佢参加过沙士抗疫。2014年去西非支持伊波拉病毒抗疫工作。在西非由陈薇同佢团队负责基因突变型伊波拉疫苗嘅研发工作。当年又是世界各国都有团队开展疫苗研究工作。陈薇她在2015年3月已经可以在中国招募一些在中国的非洲人做一期的临床试验。到了5月份就去西非的塞拉里昂做第二期的临床工作。请大家留意，这一次是中国疫苗在境外做临床实验的零的突破。但是加拿大在7月即两个月后已经公布了3期的临床数据。而西非在2015年下半年疫情就受控了，令到陈薇的团队没有及时开展3期临床测试的环境和条件。这一次是中国团队和可以生产疫苗失之交臂的一次。2015年10月，陈薇在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二期研究结果，证实她的疫苗安全性很高啊，而且低剂量已经可以有很好的免疫效果。但是都没用啊，未做第三期测试，即是未完成，未来是不可以生产的。不可以生产就等于没有经济收益，资源投入那条数要计的。好了，2018年伊波拉病毒再次侵袭刚果金，世卫组织就推广了上述加拿大那只疫苗进行接种。明白这个背景，就会知道今次新冠疫苗研发及时并且成功进入第三期对它是什么意义啊。陈薇在17年间遇上沙士、伊波拉病毒、新冠肺炎三场疫情，去到新冠肺炎终于为中国在疫苗领域上取得主动权。明白17年来怎样一路走过来，我想会更加明白陈薇流眼泪是什么一回事。第二位人民英雄张定宇，我日后找时间讲一下。以下留下时间讲张伯礼。习近平主席在讲话里面有以下一段，我照读。
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实行中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全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治疗办法，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用。读完，听众朋友，中医的作用，中西医结合下的中国方案，是今次疫情最大的成绩之一。今年年头二月中啊，武汉建立了第一家中医方舱医院，按它的所在位置就叫做江夏方舱医院。负责江夏方舱医院的医疗团队是来自五个省20间中医院的200-300个医护人员，并且得到武汉江夏区的中医院的支援。以上是运作的，而最先提出要有一家以中医为主的方舱医院，是张伯礼和刘清泉的提议。得到人民英雄奖的张伯礼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组的成员，同时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刘清泉是北京中医医院院长，之后刘清泉就坐镇在江夏方舱医院做院长。按张伯礼的介绍，除了服食药物，江夏方舱医院还会组织患者学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又会用按摩、针灸等等的中医的治疗方法去医治确诊者。有些病人他们胃口不好，你吃不到东西就恢复不到体力，对抗病有影响的。那方舱医院就会组织患者去做些中式的带氧运动，有些患者因为动下动下做下运动，胃口好了，个人都精神了。张伯礼说他们会将病人的病因分类，开一些统一配制的汤剂，再在各个基础之上，对一些需要辨证论治的病人，他们的药方会进行个体化的加加减减的特别配制。72岁的张伯礼在疫情防控指导工作组里面是专家成员的身份，在疫情爆发初期，他立即就在天津开展疫情防控的工作，去到1月27号大年初三就被抽调去武汉。初到武汉，张伯礼巡察过病人的情况，就同专家组成员第一时间开出药方，在初期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中医药对初发现和防御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张伯礼管的不只是江夏方舱医院，他都会去其他医院，好像做门诊一样帮人把脉看症。他日头就指导临床会诊巡查病区，晚间就召开会议研究治疗方案，有时一日他只是睡2-3个钟。在超负荷工作量之下，奋战了大半个月，72岁的张伯礼胆囊炎发作。在2月中，他用微创手术方式切除了胆囊。他讲笑地说，这次我将我胆留在武汉，真是跟武汉市民肝胆相照。手术之后，医生叫张伯礼至少休息2个星期，但是他跟医生说，给多些药我，即是旁身，住院1个星期够了。在这位武胆英雄张伯礼的推动之下，新冠肺炎救治的全程都有中医药的身影。还有在武汉用中药去医的不只是江夏方舱医院，原来16间方舱医院是收治患者超过12000人，每家方舱医院原来都配了中医药专家，同步配送清肺排毒汤、酸肺排毒等等的方剂药物，中医药的使用是高达90%。至于只是用中医的江夏方舱医院，在抗疫的一个月，他3月10号就休舱了，总共收治过560多名患者，期间无一例转重症，无一例复阳。跳开具体医了多少人来讲，张伯礼在疫情最大的贡献是令到中医药在抗疫期间取得正当性。张伯礼事事都亲力亲为，在疫情最紧张的头几个月，他已经请战用中医介入，令到中医有用武之地，而且被证明有用。在过程中，他又分类开成方剂的药，在这些基础之下再去做个别处理。由于他处理得好，证明中药某程度上是可以标准化的，
而且可以大量应用。张伯礼令中医在抗疫里面找到位置和角色，令到中国对抗新冠疫情的方案变成是很有特色的中国方案。张伯礼除了医术好，人品都很好，他长期得过不少奖项和奖金，不少都捐去助学扶持一些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捐款前前后后有400多万人民币。担任人大代表的时候，张伯礼又奔走呼吁要加快实施全科医生的培训制度，在培训、提高水平和薪酬待遇方面出了不少力，为医疗界留住人才。此外，他又为中医中成药开发注入现代科技，令到中医药可以越来越规范化、标准化，为中医药在海内外得到更大的认受打下良好的基础。好了，今集没什么特别要总结了，就跟大家好好认识一下一些高尚的人格和心灵。好了，第一节的时事观察到这里为止，我是如飞，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见。